上礼拜，中门白沙湾因为疫情是新北市北海岸国际风吹节隆重举办是真热闹。今年风吹节隆重邀请到台湾各七个外国的团队，隆重十七支的顶尖风吹团队以特色风吹来竞争交流，进行一场空中的风吹派对，替北海岸的风吹节增添亮点甲创意。你讲的是新北市百花国际风吹节，顶礼拜的厦门白沙湾登场。今年新北市百花国际风吹节以“海真想见你”为活动主题，邀请到台湾、德国、印尼、新加坡、泰国、韩国、日本、越南七个国外团队组织。在百花的那天当中，进行一场新鲜风吹派对。我们这次总共有七国，包括有德国、韩国、日本。新加坡还有越南还有泰国，那总共我们还包括我们本国总共有110队的风筝选手来参与这次的盛事。除了有在地的是石门马掌和长尾山牛风吹一馆，同时还以石门富基渔港作为发祥，有十米的万里金马，还有超过15米的乌贼，还有时常看到石斑，还有白卡甲，更加有35米长的海洋生物等等造型风吹，还有现在最流行的水豚菌，这款造型为北海岸增添新亮点和创意。风筝节在我们石门已经有24年了，我们都一直期望说它能带动我们地方上的一个产业。那24年来，就我所知啊，还有李明上，他们都有反映对我们地方的产业真的有提升了非常大的一个注意，包括我刚刚有特别提醒的我们石门的特别的一个农特产品的一个行销，都非常有卓著的一个 亮眼的一个成绩。北海岸国际风吹节是台湾头一个国际性的风吹节，为2000年开办到现在，经过侪冬来的国际风吹节举办，产生石门风吹的品牌印象，可以说是台湾风吹节的先驱。侪冬来赢得国内外风吹界非常侪学乐，不但促进风吹好处的交流，更加让世界看到台湾，也让石门区北海岸国际风吹节更加出名。记者廖品涵石门报道。